重开好了，比较保险。今天打算来试一下防弹盾，然后镭射炮，可能主宰者吧，或是焦土。焦土可能打机器人会好一点，因为高角机器人的关系。然后配震撼雷，不要带那个高爆雷。Über Erde. 没办法跳脱，是为什么？Wohlstand. 这动画坚持逼我看到底。Hallo. Demokratie. Unsere Lebensweise. Oh, hallo. 对啊，他右上角一直在转圈，动画不能跳出。Ist nicht umsonst. Mein süße Freiheit. No. 超级怪。觉得我的战绝地战兵有什么毛病 ？Ereignen sich genau jetzt in der gesamten Galaxie. Sie könnten der nächste sein. Es sei denn, Sie treffen die wichtigste Entscheidung Ihres ganzen Lebens. 大家晚上好啊。Beweisen Sie sich selbst, dass Sie die Stärke und den Mut haben, um frei zu sein. Werden Sie. 先把它结束好了。重开，那个感觉跟一开始伺服器登不进去的时候一样哎，难道现在人数又多到要排队？如果是这样的话，很不妙哎，除非我有一个好友已经正在玩，不然我可大概加不进去。那这两个致命 combo 加在一起，一个是必要求你每次不闪，要求你每次重开游戏才不闪退，另外一个是。要求你重开，要让你排队进不去，所以你要是重开，为了不闪退，你就等于进不去啊，应该叫排队啊。现在右上角又在转圈呢，我试试看有没有办法随便加一个人。Über Erde, unsere Heimat.Wohlstand, Freiheit. 那边黑画面，加不进去。Demokratie, unsere Lebensweise. Oh, hallo. Verbündeter Zerstörer im Geschwader. 感谢爱吃鬼，让我使用好友列表偷加，这样就挤进来了，不用排队。这也太可怕了，又要一离开游戏就要排队，然后不离开游戏又要闪退，在敌人的子弹跟自己的子弹、自己人的子弹之间做选择。现在有多少人在线上？Bereits gegen die Tyrannei des Feindes. Los geht's. 加入游戏大厅失败。哦，现在在重组星球。好，我们要去重组星球。消灭机器人大王，然后又是一个中文名字在 solo 的，那大概可以知道里面在用无限手雷之类的狗屁修改器。绝地战兵现在有19万9000多人。9800人，
对，几乎就是20万人在线。FTL-Sprung nach das Tibet-System。啊，现在爆满到关游戏需要排队。哦，提比特好酷哦，难怪提比特会忽然暗掉，因为它有一颗卫星是会挡住太阳。Missionskoordinaten festgelegt。万金油格子有限的时候只能带，一杯飞鹰轰炸，不能带别的。不然我比较想带飞鹰破片轰炸，毕竟镭射大炮清大量杂鱼的时候并不强。我要被绝地战砸死了。为什么没晕？不知道他已经成功了。我还以为他刚才被烧赶走了，没有成功。在这种时候这么准吗？我在抢时间，那个晕眩弹只能持续三秒之类的，所以没有队友帮你，你还是得要自己马上去输出他的背包才可以。真的超剥削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乱复活位置啊？气死人嘞！对啊，就丢你旁边就好了。你把队友没事丢到一个随便森林里面，然后复活出来又死掉，这样意义在哪？就信任你们的复活信标真的是鬼扯淡，玩到难度久了，一点 sense 都没有。我感觉找不回我的雷射炮了。我觉得那个呼叫下来的装备地图上也应该要显示，不用浪费你时间去把柱子打爆，或是把它拿起来放下来之后才显示。那个这个机制是有点蠢。一般装备是还好的，那个 EAT 最常产生那种麻烦。你队友看不到哪里有 EAT 可以捡，然后你自己也不会记得那个几百年前丢的 EAT 到底在哪里。
看到的雷射炮。仇恨要先消掉才可以。盾牌在被击飞之后，虽然不会脱手，可是它会收到背上，它还是有 bug， 对，还是很讨厌。你要切换一个双手武器，再把单手武器拿出来，才会恢复盾牌使用。
所以就之前讲的盾牌那些东西真的很多还是 bug 导致它不好用，不是物品本身数值的问题。这到底是有什么东西？掉了洞。三个人都卡在干扰器上面，然后外面那个还连装备都没有。我这个机炮，看到会拿类心理大炮出来打盾兵就知道会玩了，这个比之前的那些都还要好一点。
炸，我什么都看不到，我不知道我放在哪里。不管你是想要去打他还是怎样，为什么你是在往回走？边不错，离电污点蛮远的。Stärkere Waffen. Erwartet Taktikpaket.
Luftunterstützung.我被空袭炸死，在这里就不太妙了，就在这里基地就抓不到了。
我应该是脱站的。Nordöstlich.
Sie locken das jetzt doch. Eine Tracht Freiheit. Sie sind heute die Freiheit.但画面张数有点低啊。啊！一直晃动，一直晃动，一直晃动。感觉超过两项的战略配备还是都有点太糟了、啊，从头到底就只有一个飞鹰空袭，能应付的状况还需要搭配手雷，所以说他不吃补给，他也很吃补给。疯狂打针也没用，因为飞弹的击飞会让你没办法动作，你在下一次打针之前你就死了。你一定要能够离开那个重型歼灭者的范围，重型毁灭者那个连续射击的频率太快了，他是从头到尾不需要换弹就一直打。每一次绝地战兵2都会有云端上传跟云端上传错误重复错误，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在上传什么屁，因为他没有本机的部分呢、啊，所以他要云端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游戏重启的时候还是需要跑一次云端。看一下登不登得进去，登不进去又要使用好友了。那这个已经过这么久了，还是没有解决伺服器登不进去的问题啊。事实上，感觉因为他公布新的战争债券要开放了，可能反而变成又一堆人跑来挤，然后所以现在又登不进去。之前没有那个问题，好一阵子没有登不进去的问题。有没有下一场要想办法不要再这么丢脸？上一场玩的真的是超级糟糕。Wo wollen Sie Ihren Kameraden bei der Befreiung beistehen? Warum ist das so lange? Ich wollte schon abschließen. Tatsächlich sind die Zahl der Leute auch mehr geworden. Ein paar Leute sind zurück und sind wieder in der Zahl. Sie haben überhaupt nicht mehr geholfen. Aktiviere Orbitaldüsen.Verbündeter Zerstörer im Geschwader. Orbit synchronisiert. Willkommen an Bord, Herr Diver. Es können nie genug Helden für den Frieden kämpfen.
嗯，这个又更不适合，我们带盾牌就好了。带雷斯大炮了，因为我想到他们有可能遇到飞空艇，然后被虐爆就觉得烦，还是带雷斯大炮比较安全。Start initiiert。头盔，这个白色头盔，它长得也没有很风暴兵啊，只是形状有一点相似之类的，没有到非常像。对。
Meter, Nordöstlich, 50 Meter. 被轰艇制造厂旁边开碉堡是有多嚣张啊！我觉得有雷射大炮就没关系了。一点尊重都没有。Ich bin am Terminal. Höllenbombe scharf. Gebiet räumen. Was? Nördlich.做完再走啊，不要一直飞空艇弄一半哦，放个声哦，超危险，被灭团配方。去拼一波大的，不然他们的进度看起来是要来不及的。因为只差一座，他要是赶快炸，他要是随便炸了一个小的，等一下巡逻队数量开始增加，然后我们还在慢慢屁颠屁颠的跑去，就大概来不及。来动去的，你在动什么？我站着不动，你在动什么？Eva
试看，我在点中。不管了。Landungsschiffe! Ankunftszeit T-minus 2 Minuten 30 Sekunden. Egal, Nadarei! Kennzeichen der Position. Schwer. Südöstlich, östlich. In der Nähe. Fordere Unterstützungsverfahren. Positioniere hin. Nordöstlich. 100 Meter. Warum ist er nicht mehr zu lang?Ankunftszeit T-minus 2 Minuten.我的配备没有办法让我用炸的，所以就算他兵营是个相连的也没办法炸，比较麻烦。我看到他一定用手动关闭了。站着的雷射炮再怎么抖，我也会控制。他刚才那个前面在讲没办法控制，或是在摇晃，那是因为有敌人一直在射我，跟那个没有关系。那雷射炮确实，你蹲下或趴下会比较好。刚才用那个跟他雷晕住无畏之后，拿雷射炮戳他眼睛，也是就很正常啊。你不会看到我的雷射炮一直冒蓝光打不到，因为没有人在射我。那重点是被射，不是他的摇晃。打机器人真的有人的装备是需要专门远距离解决重装破坏者的，那通常是机炮啊，所以我觉得机器人。最佳配置基本上一队应该是两个机炮兵，
那你只要看到全队都是护盾的，大概就知道从虫族过来的，那高概率是雷队。机器人的打机器人的时候的好用的背包位太多了，那、啊、当然我们带护盾也带盾牌也是坑爹，但是至少我是会玩，所以我决定用一个烂脸的装备，但是我知道怎么打机器人，跟那种带满护盾然后被火力压制第一件事情就躲起来，没护盾死都不会探头的队友，对啊，你跟那一队大概率就是会一直死一直灭团，然后最后你需要一个人 carry 他们。不是说护盾没有用啊，是个人护盾打机器人的性价比很低很低，对比虫族来讲，我又连不上啊。然后他又说我可能作弊还是什么狗屁 game guard 的连线连不上，你妹啊！可以不要闹吗？九一战兵二，你那个越改版越多问题耶。Fail to connect the update server. Check your network. Game Guard 为什么还要连线到 Game Guard 的 update server？ 所以 Game Guard 这个垃圾的东西连不上，它爆满了。然后我现在连黑黑，就因为这样子，《绝地战兵二》也不能上线了。你认真？然后 Helldiver 2又跳云端错误了，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 Helldiver 2人太多吃定有的问题之类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啊，我就只有 Helldiver 一直在跳云端错误超北蓝，然后我不知道他在云端什么，所有东西都在网路端，你要云端什么，我觉得非常不妙耶，我现在 Game Guard 真的是一脸连不上的样子，然后因为他连不上我就不能进游戏耶。雷射大炮是打目前打直升机最好用的装备，然后我觉得第二名应该算是机炮吧，然后反物质步枪、反器材步枪，然后才是飞弹类的。最差最差就是类星体，类星体你要是 miss 一发需要吃十秒的大便，这件事情是超级严重，打那个直升机的时候是超级严重。换什么语系？我游戏都还没进去，我要怎么换语系？你知道《绝地战兵2》的语言是在游戏内选的，不是在外面选的。欸，等一下，它外面可以选语言呢，但我外面的语言是繁体中文，然后里面的语言是德文。不对啊，这个应该只影响我的 Steam 界面语言了，所以对吧？这还能换什么鬼东西啊？但繁体中文人已经够少了，还要换什么鬼东西？换其他的也不会更好。我直接换英文看看呢。啊，换英文就可以进了。ROC， 你这是什么黑魔法？没有没有，还是不能进啊，他还是一样连不上了，一点屁用都没有。我以为他可以进了，他只是跳出来界面，然后又关掉，又跟你说 Game Guard 连不上。
那超级奇怪呢。Game God，你真的很不会挑时候更新欸，更新你妹啊。不是啊，我连不上 Game God 啊。你可以进游戏，可能是因为你的 Game God 版本当初已经更新到了，你就没事了。他现在不让我进，是卡在外面的那个白痴的防作弊系统，然后还是一堆智障在作弊，没有用的东西。游戏产业目前普遍的防作弊系统，真的是完全惩罚正常人。你最好就是让他作弊，然后一次封禁全部的作弊的垃圾，而不是开一堆白痴的防作弊检查，然后。让游戏流程变得冗长、垃圾，或是甚至进不去，只因为你的防作弊检查软体更新不了，或是过不了关。啊，万年连不上，我放弃了。